呀，大爷，来，这是你的。你怎么不在这儿啊？哦，偷偷溜出来的是不是？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回宫啊，快走啊！不，我为什么要跟你回去啊？我不回去，就不回去。别废话了，赶紧走啊！哎，宝珠姑娘，宝珠姑娘，你，宝珠姑娘，别，你放手，真的不放，等我喊完啊！啊，来人呐！哎，大姑娘啊，大白天拉着我的手啊，有没有见过这样女人，这样不要脸的女人呢？哎，有没有人管呢？啊！喂，走啊！快点跟我回去！不回去。皇后娘娘身体还没复原，你这个做夫君的道行，到处游山玩水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朕的事情，不用你管，你走。你不跟我回去，我就一直跟着你。好，你跟着我，看你能跟多久。来，姐，我们是要去哪儿啊？爷，你等等。好，爷。好。哎，这里面可是大老爷们寻开心的地方，你这姑娘快走到别处耍去，快走，快走，走啊！快！爷，刚才可吓死奴才了。吓成这个样子、啊，爷，宫里可见不着这样的女人，一个个都跟妖精似的，是，恨不得把我们都吃了。也是啊，跟宫里的女人不太一样。怎么，才进去逛了这么一会儿就出来了？里面的姑娘不合您心意啊？合？怎么会不合呢？岂止是合心意？里面一个个都是天仙下凡，温柔可人，不像某些人。让我在里面待一辈子，我都乐意。那你怎么着急出来啊？你有没有再继续玩一玩？谁说我要出来了？我来呢是要告诉你一声，我在里面啊玩得很开心呢。去嫂子，接着乐去。爷，还去啊？走。你有本事你别出来。好，木公子，玩得挺尽兴啊！快坐呀，这位小哥也是啊，小人才的，来爷，给你点点签吧，来，倒上，都喝点。哎呀，原来是宝兄弟啊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能来玩？这不需要我来玩吗？能，当然能了。姑娘们，停！啊，听我说啊，这位宝兄弟是我的至交好友。哦，他可是家财万贯，而且关键的是，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他喜欢封赏银。是吗？哎，玩得尽兴啊，宝兄弟！哎呀，要多喝点才行呀！哎，这个，出来！小兄弟的，你没钱就白吃白喝，以后别让我看见你啊！听见没有？没钱也可以来玩，走，滚远点，别老娘再看见你。